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宁，我们现在在河南南阳石佛寺。今天呢，咱们去给一位客户做这个镯子，这个镯子是一个毛坯料定制的，客户自己私人定制的16000的毛坯料镯子，料子非常非常的细，白度也很好。问了好多家，别人都说这家做镯子做的是最好的。天哪，太棒了吧，这里还有一箩筐镯子。哎呀，哦，你看过我发的视频？老板在忙，做得好的就他做得好，生意就好，就比较忙。嗯，原先咱是你这个吃的要窄这么一点是吧？稍微有点窄是吧？你说我跟你说，你说你这个笔哈，它是10个05的，这个是16个，做出来应该有这么大吧？就这么大。做出来大概就是这么宽是吧？感觉在这种地方就是感觉特别土豪，就是。你看桌子上啊，大家看桌子上还有那些框里面，其实那些手镯都是1-2万甚至5-6万的东西啊，就是那种被随意的丢放在桌子上，很土豪啊。它里面有监控，土豪。师傅，师傅，我的镯子好了吗？昨天我拿过来那个。是这个吗？对。小伙伴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镯子，非常完美。哎，咱们今天一共有几样？三样。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个证书现在已经做出来了。16000做出一个这样品质的镯子还是挺可以的，已经做出来了，然后按照要求做的，这个白度一级，然后白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然后这个细度过眼过不了灯，然后油性细度都可以，唯一的就是这块水线，在这地方有一条水线。再见，拜拜，谢谢啊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有原料定制镯子的需求的话，可以，你懂的，我和小白给你把好关。其实我也想要一只镯子，但是我现在的这个条件不允许，等我以后经济条件变好了，我也给自己弄一只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有头天阳的日子。